1989年1月28日，隆冬时节的西藏日喀则寒冷刺骨。当晚，第十世班禅喇嘛在他的住息地扎什伦布寺突然圆寂，终年51岁。他是西藏第二大精神领袖，也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喇嘛之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谁将成为他的转世灵童？两个年龄相仿的藏族男孩被卷入其中，一个由中国政府选定，另一个由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选定。这场风波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孩童的命运，也让600多万藏人的前路更加扑朔迷离。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古老文明、宗教、文化中，都有人相信生命并非只有一次。世间所有有情之物不会轻易死去，而是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世间，如此生生世世，轮回往复。在印度，在西藏，以前有这个传统。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在宗教范围也是非常非常有天才的，有时候他们就说，他肯定是转世的。公元13世纪，藏传佛教伽玛嘎举教派首先创立了转世制度。到第13个世纪，一个教派是正式认识一个喇嘛是转世喇嘛，他们就开始用这个喇嘛转世的方法组织这个教派的信众，这是新的，这是以前他们没有的。而且不久差不多所有的教派就开始用这个方法。公元14世纪，藏传佛教大师宗嘎巴创立格鲁派，他的最后一位弟子根敦珠巴是格鲁派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之一，也是扎什伦布寺的最早修建者，他被后人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意思是智慧的海洋。300多年后的1622年，拉萨哲蚌寺迎来了第五世达赖喇嘛。6岁的罗桑嘉措师从格鲁派高僧罗桑却吉坚赞，为了感谢经师的教育之恩，罗桑嘉措将班禅喇嘛的名号赠予这位高僧，意思是博学的大师。第五世达赖喇嘛就把他的上师他的喇嘛当作班禅喇嘛，而且他承认了这位喇嘛的前3辈还是为班禅喇嘛，所以事实上头一辈带了这个名称班禅喇嘛是第4辈班禅喇嘛。在藏传佛教的信仰中，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最重要的两位精神领袖，前者被奉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后者被看作阿弥陀佛的化身。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有的人说这是老师和弟子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在政治方面达赖喇嘛的地位高，达赖喇嘛是第一。一世一世的转世喇嘛引领着青藏高原上一代一代的藏人，保留下他们特有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斗转星移又是300多年，到了公元1949年10月，第14世达赖喇嘛已经在拉萨潜心修行，年少的第10世班禅喇嘛正在青海等候达赖喇嘛的认证。宣扬人民政府。此时，雪域佛国外却已经是另外一番天地。
公元1989年1月30日，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三天以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出国务院关于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决定包括为十世班禅喇嘛修建灵塔，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寻访认定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据悉，提出这些建议的是阿佩阿旺晋美，他是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官职最高的藏人之一，也是一位极富争议的人物。阿佩阿旺晋美1910年生于拉萨，曾任前西藏噶夏政府噶伦。1950年10月，解放军开赴西藏途中，与藏军在昌都展开了一场十余天的军事冲突，史称昌都战役。身为昌都总管的阿佩阿旺晋美自认寡不敌众，下令藏军缴械投降。1951年，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签署17条协议，中国政府宣布西藏和平解放。在那之后，阿佩阿旺晋美一路平步青云，不仅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安然无恙，80年代更位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决定班禅喇嘛人选的问题上，阿佩阿旺晋美并没有顺从北京。西藏历史学家四人下家在《龙在雪域》一书中这样记载：1951年，在北京签署17条协议期间，中央政府要求商讨十世班禅喇嘛人选问题，阿佩阿旺晋美拒绝了。他态度严正地说：“这是西藏内部事务，只有达赖喇嘛和噶夏政府有权决定。”阿佩阿旺晋美在这些年里面一直扮演着一个角色，就是这两边的沟通。不管他这个角色是不是成功，但是他一直在努力这么做，寻找转世灵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转世这件事情，在1958年以后，就说所谓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之后就被取缔了。1958年8月19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文，青海省宗教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是逐步废除活佛转生制度。那个时候是叫做那个大跃进嘛，大跃进里头的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呢，基本上把寺庙都关了，然后呢就是把寺庙里头的高僧大德都逮捕啊，然后呢这些僧人呢都逼迫的去还俗啊，穿衣服去下地啊，种地啊，或者是当那个工厂里头去当工人啊等等。阿加洛桑图旦1950年出生于今天中国青海省大草原，父母是青藏高原的牧民，2岁时由十世班禅喇嘛认定为青海塔尔寺住持阿加仁波切的转世灵童，迎请到塔尔寺继承法座。1958年，年仅8岁的阿加仁波切经历了塔尔寺的巨变，亲眼目睹了挎着机关枪的解放军进驻寺院批斗抓捕僧人，他自己也被迫脱下袈裟，换上毛氏制服，戴上红领巾。我们的那个袈裟拆成一片一片，然后呢就染成黑色，或者是染成深蓝色，然后呢就做成制服就穿。我当时的那些穿的那些制服都是我们袈裟这个染了的那种。从那儿以后，对我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也在这个往后的这些年代里头，看到这个宗教如何受到冲击，啊，寺庙如何受到这个破坏等等，啊，都亲眼看了不少。齐白银呢，是国王的。中国共产党早在建政之初便清楚地认识到，西藏宗教上层人士在藏人中拥有巨大威望和影响力，必须争取到他们的支持。1954年，19岁的达赖喇嘛
和16岁的班禅喇嘛获邀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常委会委员。那次行程中，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但是在表面的友善背后，年轻的达赖喇嘛却窥见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宗教的真实态度。1955年春，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私下会晤了他，并亲口对他说，宗教是一种毒药。达赖喇嘛在回忆录《流亡中的自在》中写道，我觉得满脸火辣辣的，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几年后，噩梦果然降临。1956年，中共开始在藏区推行以民主改革为名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这些在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运动，也让藏区生灵涂炭。到了1958年，改革开始蔓延到宗教领域。1958年，首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说，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致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的快一点。1958年7月通过的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彻底改造宗教人员，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藏传佛教的组织化的系统非常严密，这一点中共是从来就不喜欢的。他不摧毁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这种社会组织，他无法在那个地方立足，他就无法控制到基层，所以他必须会这么做。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十世班禅喇嘛越发成为中国政府倚重的统战对象，几度获邀前往北京。就在他与最高领导人会面之际，中共的轰炸机正掠过他的家园。1961年末至1962年初，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青海、四川藏区进行了半年的考察，眼前的景象令他大为震动，所到之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一切再不是他心中故乡的模样。回到日喀则，他奋笔疾书，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写就一份报告呈交国务院，全文7万多字，人称7万言书。这份报告对中共十几年来的治藏政策提出严厉批评，毛泽东看后大为光火，称这是一支毒箭。十世班禅喇嘛从此被软禁，文革期间又几次被揪斗，在铁窗背后挨过了近10年的漫长岁月。到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藏区6400多座寺院99.9%被毁，数十万藏人死于炮火、饥荒、监禁、迫害。1977年，十世班禅喇嘛获释，他没能返回西藏自己的寺院，而是被规定必须住在北京。他同一位汉族女子结了婚，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再次成为一颗政治明星。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停止对当局的批评，他在世间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时说，由于你们在西藏解放时期的努力，使西藏有长足的进步，西藏人民不会忘怀。然而你们也在西藏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8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治藏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了西藏。
由胡耀邦主导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实际上是对从1950年中共进藏之后到1980年那段时间西藏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的一个纠偏。达赖喇嘛的二哥流亡印度的加勒顿珠在自传《噶伦堡的面条商人》中回忆说，班禅喇嘛圆寂后，邓小平希望达赖喇嘛本人来北京主持悼念仪式。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带来一封亲笔信，请他转交达赖喇嘛。可是噶夏政府以准备时间不足为由拒绝了。真实原因是他们担心达赖喇嘛被北京劫持。加勒顿珠说，他认为邓小平的邀请是真诚的，他对这次错失的机会感到失望。2015年底，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本人也提出了几项要求，中方拒绝了。Soon after the late Panchen Lama passed away, 已故班禅喇嘛圆寂后不久，我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想派一个代表团，一个宗教代表团去为他做一些宗教仪式，这是我们的传统。中国政府拒绝了，所以这件事没能够实现。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又联系他们说，想就寻访转世事宜派一个代表团，这件事也没有能够实现。1989年时事班禅喇嘛圆寂后不久，中国又发生了一连串事件。3月，西藏接连爆发示威，拉萨戒严。4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天安门事件。6月4日凌晨，这场运动以血腥镇压画上了句号。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选。六四事件导致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赵紫阳被软禁，然后江泽民上台。六四之后，中共政策急剧的向左转，至少在政治上向左转，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那时候西藏戒严了一年，基本上中国的大的这个格局、大的形势的变化大致上尘埃落定，江泽民巩固了权力，这个时候他腾出手来处理西藏的问题了。1991年4月6日，时事班禅大师转世寻访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寻访工作会议。这个小组大概有个40-50个人吧，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党的这个干部部分，一个是呢就是所谓的藏区的高僧大德，藏区的这些比较大的仁波切啊，还有有名望的人啊，同时呢中国佛协的有些有名望的人。我记得我还担任一个什么秘书长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吧，不过是开会的时候就做个样子，发表一下意见啊，什么拍拍掌啊，点点头啊，举举手啊，就是而已。班禅喇嘛的经师加雅仁波切担任组长，在他圆寂后，扎什伦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成为寻访小组的第一把手。显然在中国官方眼中，他是一位政治过硬的僧人。阿加仁波切清楚地记得，1991年他代表青海出席中国政府纪念统治西藏40周年庆典时发生的这样一件事。中央代表团团长是李铁英，那么李铁英为首的就很多人在台上，在那个地方就举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由这个两个儿童手拿鲜花上去给这个中央团团长鲜花嘛。这个鲜完花以后呢，李铁英就很这个神气的，他把这个花呀一拿了以后呢就往下扔。当时我也不是在前排，我是可能在3排4排这个左右吧，这样能看到前排的这个恰扎仁波切就在这个前排第一排里头的稍微靠边一点地方。
那么这个画就扔给他了。那么他当时拿到画的时候呢，这个就全场就开始鼓掌。当天阿加仁波切在另外一个场合又碰到了李铁英，李铁英握着他的手这样说，这次这个转世灵童问题啊，请你要配合，请你要配合，千万不能这里头跟中央也要不能就是说常那个对台，呵呵，这样这个你也看到这个就是说一种神的这个感应啊，什么反正是一种加持力吧，我的这个花也就是身不由己的就是说扔到这个恰山仁波切那儿去了，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也必须要配合中央的这个说法，叫恰山仁波切来这个主持这个情况，你们不要去参与。中国官方没有料到的是，随着寻访进程的推进，恰扎仁波切的反骨越发显露出来。抗命的原因是双方在谁拥有认定转世的最后决策权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清楚，意思什么呢？这个班禅大师的这个灵童啊，最后的选定是中国政府要定，因为这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北京的态度很明确，班禅喇嘛的转世认定必须遵循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承认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可是在恰扎仁波切看来，既然是遵循历史定制，无疑只有藏人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才有最后决策权。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在寻访班禅喇嘛中记述道，恰扎仁波切在会上说，如果不能由达赖喇嘛来认定转世，他本人将辞去寻访小组的职务，让中方自己去处理这件事。北京和达赖喇嘛究竟谁拥有转世灵童的决定权？什么才是转世认定的历史定制？从公元13世纪转世制度创立以来，转世始终是藏人内部的事物，各教派也逐步形成了一些既定的宗教仪轨。有时候这是前一辈喇嘛就写下来的，我下一辈是在哪里出生的，是什么样的人。有些要去看那个神湖，拉萨不是有个拉姆拉措嘛，那个会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现象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有些主持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高僧大的，我们叫做那个弟子和师父师弟关系的这种传承，师父来定等等。这样的状态持续了400多年，直到公元18世纪初崛起的满清王朝渴望将势力扩展到西藏，而此时的西藏内部群雄割据，外族虎视眈眈，也急需大清帝国的保护。从1720年起，满清朝廷几次派兵帮助西藏赶走外族入侵，并借由出兵的余威开始在西藏驻军，并设立驻藏大臣。至此，千百年来一世独立的西藏在事实上被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此后，特别是在乾隆年间，身为保护者的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各项事务的控制，其中包括喇嘛转世事务，成为控制者和统治者。不难看出，中央政府的介入并非出现在转世制度的源头，历史定制本就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介入喇嘛转世事务代表的是一个被伤害的弱小民族一段屈辱无奈的历史。公元20世纪末，一个声称解放了西藏百万农奴的强大政权同样想要左右这个民族的信仰。在这场政治与信仰的较量中，恰扎仁波切选择了后者，他开始派信使从西藏到印度暗中和达赖喇嘛联络，他发誓一定
要找到真正的班禅喇嘛，哪怕为此搭上自己的性命。One his sort of religious person, religious orbit, one someone who knows Chajar Rinpoche. 有一个和恰扎仁波切关系密切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位流亡藏人，他回西藏，他们两个有机会见面。他捎信给我呢，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1993年2月20日，恰扎仁波切在写给达赖喇嘛的密信中说：“我们现在处在别人的强行控制下，如何联系请予指示。”1993年8月，他又写信说：“望昭示班禅灵童的特征、父母、方向等等。”根据中国官方文件，这一来一往的书信共计近30封。另一方面，北京也在通过自己的渠道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络。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说，1994年他在北京期间，班禅喇嘛寻访小组的代表来看他，请他转交给达赖喇嘛的礼物以及恰扎仁波切的一封信。达赖喇嘛认为这是北京释放的友好信号，遂请加勒顿珠传递信息，邀请恰扎仁波切来印度商讨寻访事宜。这封信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转交中方，但从此石沉大海。1994年7月，江泽民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成为汉藏关系的一个重大关节点，一切和解的希望从此化为泡影。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面，他基本上就已经把达赖喇嘛定为敌人了。据我所采访到的参加过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人告诉我的情况，实际上在第三次西藏工作会座谈会里面，背后所制定的一个政策就是决定就不让达赖喇嘛回来了，所谓的让他死在国外。在这样的情况以及内地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从1994年对于反映在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寻访这件事情上面，政策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一个乾隆年间的金瓶被郑重其事地搬了出来。这个主张摒弃一切封建皇权的政党说，转世灵童的选定必须经过金瓶撤签。再一次，北京想用满清朝廷耀武扬威后强加给藏人的这个宗教仪式来为自己背书。1791年，骁勇善战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藏人向大清国求助，乾隆皇帝派兵击退后，趁机于1793年在西藏颁布了29条法令，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控制，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第一条，大皇帝为求皇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任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7日，然后由护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撤签认定。清朝政府看到我们西藏有个习惯，就是藏区的那个糌粑嘛，就是用糌粑做的那个面球啊，放到一个碗里头，这样摇出来嘛。那么这个呢，看到这个以后呢，就说这个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就是要比那个要珍贵，要金瓶筹钱。就一般的一个碗里头放出来，这个不好，就是放到像那个金瓶里头去抽。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转世灵童认定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朝廷驻藏大臣因此享有与藏人同等的认定转世灵童的最高决策权。
外来势力已经有权干预藏人宗教中最高的核心事务。中国西藏问题学者王立雄认为，那时的西藏尽管表面上对中国做出臣服的姿态，但是这种臣服仅仅停留在名义上。事实上，在历任班禅喇嘛的遴选中，只有第八世班禅喇嘛和第九世班禅喇嘛是由金平撤迁选出的。十九世纪末，随着清朝自身的衰落，其对西藏的控制也日渐式微。到了中华民国时期，第十世班禅喇嘛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都没有经过金平撤迁。当时的开发政府是想尽了一切办法要避免金平撤迁，因为他们真心实意的是不接受这个，因为他这个不是藏传佛教本身的东西，它是一个政权政治上给强加于他们的。即便是在1949年后，中共在之前的喇嘛转世认定中也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个象征封建皇权的金平。比如1992年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共同认可的第十七世噶玛巴喇嘛，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里出生的，被寻找的，而被确定了。那时候有一个大典礼，有这个坐船典礼，是举行于他的喇嘛庙，政府和党就派了代表人。关于这个金平撤迁，一句话都没有说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巡访进程突然加速，巡访小组先后确定了20多名男童作为灵童候选人。当年12月底，恰扎仁波切派人秘密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将这些男童的照片和资料交给达赖喇嘛。接下来和历代达赖喇嘛一样，他必须对这些男童进行验证。So this, traditional way, and actually is some sort of. 这些呢都是传承下来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验证，比如观梦，或是观察酥油灯的颜色和燃烧的时长。再加上打坐、意念、感受，不是只凭借一个因素。佛教本身也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打坐、诵经、打卦，我一生中一直在做这种修行。50年来，我人生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这样做出决定的，所以我相信这些。根据我的验证，根敦雀吉尼玛看来是最好的一个。达赖喇嘛回忆说，当他注视这个男孩的照片时，一股暖意涌上他的心头。1995年1月23日，经过反复验证，达赖喇嘛认定这个名叫根敦雀吉尼玛的6岁男童正是他们寻找了近6年的第11世班禅喇嘛。2月6日，达赖喇嘛派人跨越喜马拉雅山，将认定书秘密交到恰扎仁波切手上。3月，恰扎仁波切赶赴北京，他希望能够说服当局，灵童人选已经确定，无需进行金平撤迁。可是，北京的态度异常强硬。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回忆说：“3月6日到18日，我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指示，连续找恰扎谈话，要求他拥护中央决定。3月26日。”时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宣布，必须实行金平撤迁。在达兰萨拉一方看来，
恰扎仁波切自从去了北京以后，就仿佛突然从人间消失了。这令人揪心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北京是否知道了那个男孩的姓名？会不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来，这些念头萦绕在达赖喇嘛的心中。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在请示神谕后决定，要在这天向世人公布根敦确吉尼玛的名字。我再次通过一些神秘的方法来验证，你决定是否应该宣布。结果是宣布，所以我就宣布了，就是这样。中国政府看来非常生气。碰巧就在5月14日这天，恰扎仁波切结束了在北京的斡旋，启程返回扎什伦布寺。对于达兰萨拉所发生的一切，他毫不知情。可是，在中方看来，这太像是一个精心编制的阴谋。阿加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写道：“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统战部的官员们急了。哎呀，这个恰扎是怎么搞的？屁股一离开北京就变卦了。”正在成都等待转机的恰扎仁波切，立即被逮捕并软禁起来。北京决定夺回事态的主动权。1995年11月初，阿加仁波切和多名宗教界人士被紧急召集到北京开会，藏区各省委第一书记也被点名参加，地点是北京京西宾馆。京西宾馆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保安工作历来十分严密，这一次更是非比寻常。开会前，宗教界人士被中国官员找去一对一谈话。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珠向阿加仁波切透露了会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彻底的批判这个恰扎仁波切，他因为背叛了这个政府。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废除达赖喇嘛认定的这个灵童。第三个是要统一这个金瓶抽签了。阿加仁波切提出异议，要求释放恰扎仁波切，并且让达赖喇嘛选中的男童一道参加金瓶撤签。他说：“阿加副主席，你这个提这两个问题啊，他说我可以理解。他说你是从这个青海来的，你不知道这个里头的这些内幕。他说这两个问题是原则的问题啊。他说这两个你绝对不能提。”如果你再提这两个问题的话，那你的自己的这个人身上也会受到威胁。回到宾馆后，青海省委书记尹克生又找他谈话。他人很直爽的一个人，他就拍拍我的肩膀啊，这样他说：“你这次你去中央统战部说什么话了？你有很多的意见，据说是那个李德珠部长给我亲自打电话说要做好你的工作，明天开会的时候绝对你不能说这些话啊！”他就给我压底线，他说：“你给我要面子啊，你给我面子。”
所以我就说啊，那当然你也有难处，那当然中央这么说了，我也不敢在会上乱说嘛，对不对？1995年11月，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日环在会上发言，谴责达赖喇嘛不断破坏和干扰寻访进程，并再次强调，必须实行金瓶撤迁。会议的气氛也是比较紧张，他故意的就是每个省的书记和这个自己省的那个仁波切对面，那么我的后面是中央统战部，那个青海省统战部的部长，每个省的那个部长就坐在后面，就好像是感觉到啊，我们说话中间出问题的时候，他从后面要把你捅一下，或者是说要停扣啊、住扣这一类的感觉啊。那么前面是那个镜头对着你，要表态。那么这种气氛下，那当然谁也不敢说不字了。因为和政府保持了统一口径，阿加仁波切还得到了官方的奖励。我记不得了，给了2万块钱呢，还是多少钱？这个都有这个经济上的一些待遇，就是奖赏吧。青海省还给我送了一个彩色电视机，我回来的时候一直是送到我们家里头来了。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向当局建议寻访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阿佩阿旺晋美没有出席这次会议。1998年4月4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了记者白克尔的《阿佩阿旺晋美访谈录》，其中写道，内部消息说，阿佩阿旺晋美试图阻止北京在认定11世班禅喇嘛转世时使用金瓶撤迁。据悉，他查阅政府档案，想证明中央政府在之前的班禅转世中并未使用金瓶，也没有参与10世班禅喇嘛的甄选。京西宾馆会议后不到一个月，阿加仁波切等一众人被专机送到拉萨。拉萨的那个机场啊，武警啊，就机场里头满满的，就大家都带着那个枪啊，而且带着那个钢盔啊，就好像是很紧张的那个气氛。大家都说这个怎么了？到那个宾馆，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吧，2个小时吧。这个路上一直有军队，有个俗话嘛，就是10步1个岗，5步1个兵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甚至有些地方是有那个碉堡啊，里头有机枪之类的。西藏宾馆里也是戒备森严，当晚即召开紧急会议。有点那个毛骨悚然那种感觉啊，就是说今天、明天什么时候可能要举行金瓶抽签，在拉萨的大昭寺。那么这个金瓶抽签呢，这个我们安排得非常好。如果说这个金瓶抽签里头达赖集团和国外的敌对势力来破坏的话，我们会坚决的会就是说消灭。同时你们如果说有人可能会暂不闻离场，要参与这些的话，那也一概就是说不客气。那天晚上，阿加仁波切合衣而卧，不敢熟睡，生怕会被随时叫起。果然，半夜2点多，命令来了，全体出发去大昭寺参加金瓶撤迁。大昭寺里头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已经集中了，大概有个200-300人，300-400人吧，我不知道多少人，反正坐得满满的。那个地方在诵经。那么也有僧人，也有俗人，他们都有还穿着，有些是穿着那个节日的那些服装啊，这样的。那么往日在这个大昭寺里头的那些刊登师啊，那些都看不见，那么都是一些新的僧人啦，什么也不认识的。大昭寺里头有很多的那个小的佛堂啊，一些小的那个拐弯呐、转弯地方嘛，那些地方都有很多的便衣在那边站着。主席台上就坐的是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罗干、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他们面前摆放着那个乾隆年间的金瓶。
金瓶筹钱什么概念我一直都没有，我们就坐在自己座位上看，三个人的名字也打印在那个纸条上，本来是有那个达赖喇嘛宣布的那个了，那个已经废除嘛，废除以后只有两个，再加了一个，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反正是三个人的名字了。名签书写正确，封闭完毕。金瓶里头其实有一个小茶杯式的东西，三个签条就放到那个茶杯里头了，就是叫波美仁波切帕去抽，他就抽出来一个。西藏自治区的那个自治区主席江聪罗布就宣布，好的，现在罗布托鲁。中签的五岁男孩叫坚赞诺布，发音和江村罗布相同。江村罗布选出了另一个江村罗布，这在藏人中传为笑谈。南通的父母大喜过望，在旁人的提示下才没有失态。不知是不是巧合，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回到宾馆后，阿加仁波切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金瓶撤签的报道。就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三个签条里头，一个签条就好像是稍微长一点，稍微长一点，他就故意把那个抽出来了。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觑啊，就看完以后呢，就说：“哎，为什么这个长一点？”谜底在从拉萨回北京的专机上解开了。李铁英的专机上，他们都非常开心，口口声声说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德的事啊，就是说可以青史留名了。那这个时候叶小文就开始谈话了，他说：“哎，金瓶筹钱，你看到没有？那个三个签条里头有一条稍微长一点，你看到没有？”他说：“你看，我们故意的把那个有一条弄长了一点，那一条里头啊，我们放了一点棉花。”他开始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开始我的全身就有点麻的那个感觉。我感觉到就好像是我自己说了什么谎话似的，我感觉到我就全身就发麻发抖，我就很害怕那种感觉。当时我就不敢相信，为什么，我也不敢相信他们也要做这样的手脚，而且也不敢说这个情况。金瓶撤签上的舞弊成为压倒阿加仁波切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信仰与政治间挣扎多年的他，在1997年底秘密出逃，远走美国。他终于鼓起勇气讲出事情的真相。我想这个应该说出来，为什么呢？一个政府像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比较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轨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应该要去公正的去做一件事，这些事应该不能再出现。所以我想说，金瓶撤签一个星期后，坚赞诺布在戒备森严的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随后他被送到北京，受到江泽民的接见。他没有按计划返回西藏，而是被永久地安顿在北京怀柔的一幢豪华别墅中。别墅的前主人是因为贪污罪被免职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反对金瓶撤签的恰扎仁波切1997年被西藏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罪名是同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并泄露国家机密。2002年刑满后下落不明。根敦雀吉尼玛这个流亡藏人和国际组织所称的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始终不知所踪。中国官员说，他和其他西藏孩子一样快乐满足地成长着。
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探视要求一再被拒。中国政府回应说，他们一家人不想被打扰。这个地方是过马营。我在藏区旅行，大概有去了三个省，20多个县，每个县我都去过一些寺院，塔尔寺了，拉卜楞寺了，这些这样的大寺院，还有去过一些没有游客的小的寺院。我大概走了一半左右的时候，突然间注意到这些寺院里面全基本上全有14班禅喇嘛的照片，但是没有11次班禅喇嘛的照片，一个都没有。接下来我就开始一个一个一个的那个寺院就专门注意这一点，发现一个都没有，它这个缺失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八号庆祝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坐船20周年庆典在西藏扎什伦布寺举行。我以前去了西藏，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说了关于这个中国当初我确定的那个班禅喇嘛，我说了这是班禅喇嘛吗？只有两个回答方法，一个是不是，是中国班禅，第二个是我不能说，他们不批准我说。除了那之外没有人说了，哦对，就是班禅喇嘛，没有这样的说法。2015年4月25日，这一天是根敦确吉尼玛26岁生日，他的容颜在人们心中却永远停住在6岁时的模样。没有人知道已经长大成人的他如今相貌如何，又或者是不是还在世间。未来的他们要做同样的，他们要确定了自己的达赖喇嘛，下一世达赖喇嘛。中共想要借14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来形成一个先例，整个的灵童过程是由我们来选的，下一世的达赖喇嘛也是我们来选的，这就是所谓的 宗教主导权就由我们来控制。控制藏传佛教的主导权从50年代开始一次一次一次的一直在做，但是始终都没有真正的成功。达赖喇嘛本人近年来多次公开表示，未来是否还有第15世达赖喇嘛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如果藏人认为不再需要，他可能成为最后一任达赖喇嘛。这番言论激怒了中国政府，他们再度指责他背叛藏传佛教，并多次警告说达赖喇嘛必须转世，并且要依照中国政府定的方式来转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认为，如果中共官员如此热衷轮回转世，他们为何不先去找找毛泽东、邓小平的转世？这远非是寻找一两个藏人孩童的故事，它承载着600万藏人的过去、今天和未来。这个故事还在继续。